你哋冇睇错啊！呢度系香港闹市嘅天台。呢三年嚟，我哋喺呢个石屎森林点缀咗一啲绿色。今日我哋嚟到呢间公司嘅天台，同佢哋员工一齐睇下收成系点先。我哋嘅工作就系喺香港嘅天际线上面种植有机农作物，听落去冇乜可能。呢啲都系三个月前开始种植嘅嘢，依家嚟到季尾，大家都落手落脚收割，净系今日已经有六七十公斤收成，计埋全个年度，随时都有800到900公斤，绝对系大丰收。我哋系社企，方法是商业营运模式，目的是为社会带来影响，就是告诉大家人人都可以在石屎森林种植农作物。我们会邀请职业农夫分享耕作苦与乐。见到这间公司的员工因为丰收而这么开心，大家都很有满足感。其实在全香港，我们帮不同的公司和团体设立了30多个天台原铺，有其他商业机构、餐厅、学校等。我相信我们继续做下去的话，说不定有一天大家会见到香港的天际线是一片绿色。夏天就来到了，是时候要种新一季的作物，不知道下次这里的收成又是怎样呢？城市耕作又几时可以遍地开花呢？我叫徐家 Andrew， 是云间一族的联合创办人。城市人未必知道食物是怎样来的，能够在咫尺的地方自己食物自己种，下次吃饭的时候，话不定会品尝到另一种味道。